黄队轮转，但是邱子翰他刚才的接杀回球还是造成对方没有办法连续进攻。能够会师也正常啊，其实就是由百峰发球，成熟越来越全面了。对，我也这也是因为他，我还是因为经历的比赛更多了，因为他原来跟蔡云配的时候，所有出去比赛国外的选手都是以主攻傅海峰为主，因为他整个反手，因为进攻的人他的反手相对还是会薄弱一些。但是傅海峰就是在最近的这些年，尤其08奥运会之后，我觉得他在场上就是他的防守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能成为对方抓的漏洞了。他们的一开局的速度其实还是比傅海峰他们慢的，他们始终在整场上面是一直尽可能的跟住他们的速度，特别在往前的抢网上面。行，前面没有封住，但是傅海峰在后盘弥补了一下，然后马上在不懂，马上又抢网了。傅海峰这抢网非常快，这球防守的时候接上，沈烨接了个滚网球。傅海峰他们确实会占据一些优势，虽然他的对手沈烨和邱子翰都在国家队，可是从整个能力来说，他们没有傅海峰的就是引导的作用更大。双打呢虽然是两个人的配合，但是场上还是要有明确的这个主次的区分，这些一个人组织球路的这方面一定要起到更主动一些的作用。对，如果说他只适合于在一直在快的一种动态中来处理球，可是神业了他整个出球的节奏会慢一点点，跟刘小龙的这个出球的速度就不一样，所以有可能当邱子翰想快的时候神业慢下来。然后攻守实力沈烨和邱子翰又显得不是很足，对人的消耗其实精力的消耗特别大。击剑队的选手是包揽了决赛的名额，卫冕冠军徐晨和蔡赟呢是在八进四的比赛里面被刘小龙和刘成给淘汰。沈烨连续防守之后找反击的机会，
但是马进也是江苏人，对，你要算籍贯的话，江苏的金牌奖牌数还是在台球上。可以报半场，他这个，而且在双打接发上面一，这球要往上走了。往平头打，好球！张志军是非常的努力在场上，两个底线。这个沈烨在后场底线的威胁还是有点小。对，因为他还是做往前的多一些。双方的球都比较硬，过渡，再秀起来。好，投个后场，很关键，推底线，半场球，挑起来了。傅子汉在后场，还是攻张志军，张志军奋力的在防起来，些比赛的磨练，对，经过很多比赛，对，还是盯着张继军攻，平时去练习的，嗯，他不是说你天生就有的。这球回到网前，范峰回不来，就是连不上。其实这个球就是放手一搏，嗯，而且在这场比赛里面出现了好几个。沈烨发球的时候被判了违例，这前后站位绝对是形成就是偏直线，不会说偏成对角，嗯，所以你的脚一定是不能停的。张志军是拼劲十足啊，跟范峰一起在这个老大，对，嗯。结合顶后场，下来了很多。林队的杜鹏宇争夺男子单打的冠军。第二局他们顽强的是挽救了四个长点。这双打的这个小臂啊，我们隔远看或者隔镜头看，大家看不出来。这双打的这每个选手的小臂都特别粗，嗯，因为他小臂发力的时间更多。人抽挡打一个。这一次的连贯还是比较快，我们的机会，基本上是这最后一场球了，最后也没有什么可保留的。这四线示意界内，
四面。